老孙，俺可以无休息，搁再要去无用诶。你还是开关派，我来修理者。我叫孙世阳，一个在鼓浪屿生、在鼓浪屿长的老岛民。鼓浪屿以前是万国租界，现在是千万奴隶青年的聚集地。这里的一千多栋老别墅，成了大家最爱去打卡的民宿。孙师傅来了，然后我们的配电箱那边有好像有点问题，需要你们修一下。好，行，你也带下路哈。你看，今年五一节特别的热闹，民宿都是满满的，里面的用电设备都是民国留下来的宝贝，有德国的，有法国的，都是老东西。经常因为用电量一大或者受潮了，就很容易坏。这些老东西啊，谁敢修啊？我呢是国网厦门供电公司的员工，正好是我的专业，别人不敢，我就偏偏要来挑战一下。有时候一个开关要花一个上午，帮了别人，自己还特别有成就感，感觉自己好像是老别墅的电力守护者。孙师傅，今天辛苦你们了，谢谢。祝你生意兴隆哈，有事再说哈，再见了哈，拜拜，谢谢。节日期间，我和同事们都砸在岛上，做好巡视维护，为大家做好供电保障。这就是我们值守五一的一天，祝大家五一快乐，亮堂的过节。